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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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位大德，这位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上一讲我们学习了彼国的菩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佛的菩萨的这个功德，那没有完全的详细的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呢接着讲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的功德，第二十五讲，这个总共呢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也是总说极乐世界菩萨的功德，第二部分呢是分说极乐世界的菩萨，用比喻要讲我们有二十如二十力，二十种比喻和二十种菩萨的功德力量。那第三部分呢是总结极乐世界的菩萨功德。首先我们看第一部分，佛于阿难，生彼佛国诸菩萨等所可讲说禅宣正法，随顺智慧，无为无失，与其国土所有万物无我所心，无染浊心，去来净止，情无所尽，随意自在，无所事莫，无比无我，无尽无众，与诸众生得大慈悲饶益之心，无愤恨心，离盖清净，无厌怠心，等心圣心，身心定心，爱法舍法习法之心，灭诸烦恼，离恶去心，究竟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得生禅定，诸明慧，有智七觉，修心佛法，眼清澈，迷惑分了，天眼通达，无量无限，法眼观察，究竟诸道，慧眼见真，能度彼岸，佛眼具足，觉了法性，以无碍智为人演说，等观三界，无所有，受佛法，具足辩才，除灭众生烦恼之患，从如来生，见如如。善知即灭，应生方便，不兴事余，乐在正论，修诸善本，自从佛道，知一切法，皆悉即灭，生生烦恼，二余寂静，闻圣身法，心不疑惧，常能修行其大悲者，深远微妙，弥不复载，尽而讲，会有心出，于佛教法，该罗无外，智慧如大海，三昧如三网，慧光明解，超逾日月，清白之法，具足圆满。好，这个前面这个也总说啊，实际上也是把
一切佛菩萨的功德啊，总结在这里来说，在楞严经中啊，告诉我们菩萨是修万恨的。那所有的佛呢，具足万德庄严，菩萨以万行为因，所以成就佛果，才能得到万德的庄严。那菩萨呢，他所修的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就是悲智双运。所以这个总结这部分啊，事实上一方面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的菩萨他的智慧是非常广大的，后面还有比喻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告诉我们不但智慧广大，而且他的慈悲也是无与伦比的啊。这就是无量寿经告诉我们比佛功德的这两大部分。所以我们中国的大乘佛教就把这个菩萨所修行的最核心的要点提炼出来，叫悲智双运。那我们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佛菩萨成佛要修智慧。因为人最大的原因啊，生烦恼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智慧，就有智慧的人他不生烦恼。那如果是有智慧的人呢，他就不在轮回中受苦，所以有智慧而不住生死。我们只看到生死轮回一切万象浮沉幻影，是因为我们智慧不够，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果照见五蕴皆空，那你就达到一切智，那从此呢，智慧有了，我们就不在生死轮回中流浪。二乘人他有智慧，但是他生不起慈悲心，所以他是偏真涅槃。那大乘菩萨呢，又告诉我们光有智慧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不只是一个人活在世上，我们还有无数众生，无数的父母亲人都在这个轮回中受苦。那如果你解脱了，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帮助我们的亲人，历代的父母乃至所有的众生都应该让他们得到好处。所以有慈悲不住涅槃，即便证涅槃也是证得无住涅槃，就不能停留在涅槃里，而是要借助涅槃的智慧赶紧回到娑婆世界来广度一切众生，使所有众生都能心开意解，破除生死烦恼。所以悲智双运才是大乘佛法的核心要义。那么不但我们娑婆世界如此，就是十方世界想要成佛的所有菩萨悲智双运都是越不过去的一条道路，就是不能绕开的一条道路。每个菩萨每个佛都必须具有悲智双运才能成就啊！如果缺一个，那就是两只腿啊，就缺一只腿，那就不能真正的成佛。所以极乐世界也是如此。佛跟阿难说，说身比佛果啊，你看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大菩萨当然是了不起的，像观音菩萨在我们普陀山你看示现啊，他在十方世界都可以示现。那菩萨一旦破除我执以后，他生下来的生命就是大慈悲的，在我们这个世界，在苦难的众生里面都有菩萨，但是到极乐世界去呢，所有的菩萨都能做到。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这个世界无法企及的。我们这个世界的菩萨有时候发的愿很大，智慧可能也很高，但是你真想去度众生啊，难度也特别大。在极乐世界呢，它就没有这么大的难度了。所以身比佛果诸菩萨等，就到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说，所可讲说，他平时可以讲可以说的常宣正法，就他开口就是正法，不像我们开口就是吃喝玩乐，开口就是玩笑，就是八卦。但是极乐世界呢，他开口那就是讲宣正法，所以因为他的身心都安住在正法当中了，就像我们生活都安住在衣食住行当中，当然你开口就是衣食住行。如果你的生活都安住在正法里，你的全身都是正法，那你开口闭口当然都是正法。所以他是随顺智慧，无为无失，
就我们大家是随顺烦恼，随顺习气，所以经常违背正法，违背智慧，经常会有缺失，会有过失。但极乐世界的菩萨他是随顺智慧，所以他没有过失，也不会违背正法。与其国土所有万物，在极乐世界你看，所有万物无我所心，无染着心。有些人就怀疑说，极乐世界一正庄严，那个七宝池八功德水环境布地那么好，我们大家说要去，那去了不是贪心很重吗？对吧？到极乐世界你看还想贪环境，都是七宝，大家都很想去，去那里是有些人他还瞧不起我们求往生的人，他说我们在娑婆世界这个木头结构的房子就挺好的，黄金的我还看不上，他觉得这个太土了，感觉像土豪一样。实际上它是寓意不同，极乐界黄金上次说过就是代表尊贵，你最尊贵的东西当然生命中是最宝贵的最好的。往生到净土的人呢，无论他是黄金布地也好，七宝池八功德水也好，他是无我所心。什么叫我所啊？我所拥有的东西，你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就是我所。我所拥有的房子啊，汽车啊，名利啊，家庭啊，事业啊，感情啊，你看我们都是为这些，就有这个有我所心。往生净土的人他我都没有了，花开见佛悟无声了，所以他没有我所，说这个东西是我的，他没有这样想。我们这个世界都是这个东西是我的，那个东西是你的，还分得很清楚。那这个有了我所心，你的染污心就有了，就会我所得到的不够，就会生贪心。多了，这个嫌太多了就会生嗔心，嫌太多了，太少了就是贪心，就想要。那不多不少呢，又傻乎乎的心，啥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染污心啊，是贪嗔痴啊。极乐世界没有贪嗔痴，他不需要贪。去来净之，情无所系。就去来，来来去去，动也好，静也好，静止啊，站在那里也好，走路也好，他的内心的情感，他是不会被捆在某一个点上的，就是他是真正自由自在啊。我们大家的心总是有所心有所寄，情有所寄，但是有些人觉得这个娑婆世界情无所寄，好像还挺倒霉的哈。这一辈子都没有哪个东西让你高兴，什么都捆不住你。实际上真正如果捆不住你，你要不被业力所困啊，那你就是大自在大解脱的人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没有绝对的出离心，哪怕有一个微尘你心放不下，说不定到临终的时候你就解脱不了了。就是你在临终的时候，那个像风筝的那个绳子就把你拽回来了。所以大家心里心有所寄啊，情有所系，就情被捆住了，被情所困了，困住了你就不能自在。所以在极乐世界，它是一切法都自在，都圆满了。当然它不需要寄了，就像你在外面可以这个衣服穿起来呀，鞋子穿起来呀，走路怕受伤啊，对吧？出去下雨天要打雨伞啊，前天还要戴帽子啊，你怕受伤，你要各种各样的捆绑，保护自己。那你回家这些都不要了，鞋子也可以不用穿了，那没有伤害就不需要。那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因为经常被人伤害，所以你会有选择，这个人好啊，我跟他在一起就开心了，那个人不好啊，你离他远一点啊，那好就结婚，不好就离婚了，是吧？就是你这有选择是因为有伤害。如果没有伤害呢，你何必选择呢？所以极乐世界是没有任何伤害的，他的情就不会被困在某一个点上，所以他是随意自在，无所事莫。莫就是莫须有，就是不舒服啊，就是违背啊，叫莫敬嘛，这个行人莫敬啊，就不要去，不要的意思。那事莫呢，就是我不想要的，偏偏让我，这叫事莫。那无所事莫呢，就你不想要的不会强加给你。娑婆世界是经常你不想要他要强加给你，你不想开会，人家领导叫你去你得去，是吧？你说不想吃饭了，你不想身体给你抗议你也得吃饭。不想睡觉了，说你失眠了明天会生病的，必须 要去睡觉。极乐世界没有这么多啰嗦的，你想吃饭就吃饭，不想吃饭没人管你，
他也不需要吃，因为他是无量寿，他不会死，知道吧？我们不吃饭，我们会死，会身体会不舒服，他是没有不舒服的，所以这是随意自在。所以真正的随意啊，是无所事莫，没有不习惯的。有些人他这个出门在外还要斋习，到陌生的地方还要失眠，还睡不着觉，还水土不服，反正各种各样的挑剔，百般挑剔，千般挑剔，到最后呢都是被别人挑，你就一点都不自在，极乐世界都完全自在。所以无比无我，无尽无终，没有彼此，没有人我是非，就不分你我啊，在极乐世界。而且连房子的这个宫殿楼阁七宝池这些都不分你我的，而且身体也不分你我。这个身体怎么不分你我呢？我们这身体我碰到你了，你看你就难受了，极乐世界看到你我就从你身上走过去也没事了。它是无极之体，清虚之身，像个影子，像道光，这个光在这里，另外一道光照你身上照过去了，这个光两道光在这里互相交错，它不会碰撞，不会占空间，不会有矛盾。极乐世界是这样的人。那我们这个世界，你看你这身体，谁要从你身体走过去，那还得了，是吧？那就你产生痛苦了。为什么从你身上走过去你会痛苦啊？踩到你会脚痛啊？因为我们坚固的执着，这是我啊，你可以侵犯我，怎么可以呢？我们有了我执，就有我的地盘，就我的范围，就我的界限，就把自己关起来。这个界限一关，你的心灵，你整个生命就被桎梏在这样一个像监狱一样的捆绑里面，就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监狱，就是我们这个入胎的时候叫胎狱。其实人情世故啊，也是一种捆绑啊。极乐世界是没有彼，没有我，就不分彼此，无竞，没有竞争，不需要竞争，大家都一样。你努力了，大家很赞叹你，觉得你很好；你不努力也很好，也了不得。这个在佛的世界里看，所有的众生都是佛，所以在佛的世界里面才知道不需要竞争，我们大家都已经很好了。但是在我们凡夫世界就不行，那人家一比就是你就比下去了，你比他好，你看你比他漂亮，他比你漂亮，搞几下你心里就不舒服了。极乐世界没有，不需要竞争，也不会有人诉讼你，不会有人在背后告你的状，不会有人给你打小报告，也不会有那个叫什么小人作怪，是吧？那极乐世界没有小人，全部都是大人。与诸众生得大慈悲饶益之心啊，这个众生就是指还没有成佛的九法界的众生，没有圆满的人，在极乐世界，他是对没有圆满的这些众生啊，不会说你看不起你，你不如我，而是升起大慈悲的饶益之心，就是他为什么不圆满，我们能不能帮助他一点，你赶紧帮助他。这我就像我们家里人一家人一样，你一家人兄弟姐妹哪个困难，大家帮助他一下，这家人叫其乐融融。但现在的家也不像家了，兄弟姐妹也是唯利是图的多一点，也不会管对方。那实际上是我们资源有限，我们没有能力管别人。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当然还是愿意管的。极乐世界他有这个能力，他可以帮助别人，而且他的内心都是饶益一切众生的心，所以他的这个慈悲心啊，是大慈悲心，不是一般的慈悲，叫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就这个我刚才说的无极之体，清虚之身，别人的痛苦他能感受得到。就我们在座的，如果慈悲心强一点，你看看那个医院里面生病的人，你心里就会上悲咒啊，心悲重啊，心里面悲心就会升起来，那就觉得我应该去帮助他，尽力的去帮助。所以呢，他是柔润调伏无愤恨心，柔润就是柔和滋润啊，这样的心来调伏，就烦恼他不起来，就是心不长刺。我们大家看看摸摸自己的良心，看有没有长刺哈？就你经常心会长一点刺，刺的让自己不舒服，心痛。有时候别人这个话讲出来让别人难受，有时候还故意让别人难受，觉得自己好像不让别人难受自己吃亏，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毛病。那极乐世界他的心是柔软的，他是要滋润别人的，而且他是属于调伏的状态。调就是调柔，就娑婆世界啊，凡夫众生就是刚强难调难服，我们都是很刚强的，都自以为是，
这个脑袋像花岗岩，心也像花岗岩，哎，这个花岗岩脑袋就是脑袋不长窍，不开智慧，这个心也是铁石心肠，有时候就是很冰冷，那这就是不够调柔。那极乐世界是无愤恨心，愤就是愤怒啊，憎恨就是憎恨，因为他很柔和、很柔顺、很慈悲，所以他对这个世界啊，他就知道嗔恨、愤怒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他生不起来愤怒，因为他很满意了，他对自己的自身都很满意，很感觉到很圆满了，他就何必嗔恨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脾气大的人是受过伤害的人，你知道吧？如果这个人从小没有受过伤害，他不会脾气大的，因为你经常受伤害，所以你总是想报复，想报复多了以后就会有伤害性，脾气就会大。如果从来没有伤害的人，他干嘛要脾气大？就不需要了啊。所以离盖清净，无厌怠心啊，这也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一个毛病，就是。离盖是什么盖呢？就五盖。我们凡夫的智慧为什么开不起来？我们的天灵盖被盖住了，这个盖就是我们的锅盖一样的把自己盖住。什么盖呢？叫五盖。五个盖，一个是贪欲盖，第二是嗔恨盖，第三是昏沉盖，第四是掉毁盖，第五是怀疑盖。这五个盖，贪欲是最大的盖啊！你说你贪欲起来，你这个什么智慧都没有了，这个现在很多网络诈骗都被骗了，那就没智慧嘛，被人骗了。我们被别人骗，被这个娑婆世界的五蕴、五欲六尘这些都骗我们。我们以为得到它就好像就很幸福，到最后这些都离开你了，不是被骗了吗？所以贪欲盖、嗔恨盖、生气，以为我生气了，我占了便宜了，其实你生气你受伤，你生气多了以后你受伤更多，所以这个嗔恨的盖。也是很严重的，而且它这个盖如果你不去除啊，你智慧打不开。所以诸位，你们要打坐，要用功哈，要念佛，你要问自己这五个盖有没有？第一是贪欲，第二是嗔恨，第三是昏沉。昏沉就睡觉啊，那昏沉一打坐就打瞌睡，一打坐打瞌睡，他的心就傻傻的，就没办法，就是人想睡的时候像死人一样。你把你拖到棺材上，你也不知道。所以你这个打坐念佛的时候，你就老是打昏沉，老是打瞌睡，那念佛也念不下去。所以这个第三个是昏沉盖，第四个呢是掉举盖。掉举盖是什么？就是散乱，走路这个大摇大摆，甩着手走路，好像无所谓。这特别是女士，一看到那个过去那个商场，好的商场就去逛街哈，去逛商场，就不怕累。这逛商场不怕累，就是。这叫调举，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买又不买，这种习惯性，那这生活也是这样，去游山玩水，东看看西看看，就是不知道看自己的心，啊，你们在听课是不是也不知道看自己的心啊？这也叫调回，你知道吧？叫调举，这调举呢就是老是散乱。第五个呢是怀疑，是最大的盖，就是信佛啊，佛诸佛功德，诸佛智慧啊，就是不信。则无信则就不信则不灵，信则灵。你如果不信佛，你就入不了佛门，就佛法大海，信为能入。这五个盖，极乐世界都离开了，所以叫离盖清净。那我们大家如果想用功啊，在娑婆世界真的用起功来，比极乐世界还要快，因为极乐世界它没有动力，它不需要动力，它在那已经很好了。我们娑婆世界太苦了，但是你有时候一用功，你发现身体又不行了。打坐腿又痛了又麻了，自己佛法又没学得不够好，总是怀疑自己不行。这五个盖你如果去除，你又问自己五个盖有没有，如果离开这个盖，那你这个用功就很得力，非常得力。所以它是无厌怠心，它没有盖，它没有厌恶，没有讨厌什么，它也不会懈怠什么。我们有时候讨厌用功，然后就懈怠放逸，躺在那里睡觉，就讨厌上早课，所以早课不起来就躺着睡觉，就是有厌怠心，就懈怠放逸，我们讨厌精进，所以呢，经常是要喝喝茶聊聊天，什么都不做最好，最好呢有点钱去游山玩水，就觉得这样子日子过得很开心，但他这几十年就浪费掉了，他的内心并没有真正的进步。那极乐世界的菩萨，你看他是平等心、殊胜心、身心定心，还有就爱法、乐法、喜法之心，
啊，这些心我们都是缺的，就娑婆世界啊，就平等心生不起来。平等心就是一睁开眼睛，就看见这个世界就有高山，有幽谷，人有高低，山有高低，水长流啊，人吃五谷，心事多，那心事很多。然后呢，这个嘴巴一讲出来就讲东家长西家短，你就没办法平等，所以没有平等心。极乐世界有平等心，但有殊胜心。这一点呢，就极乐世界的人很自豪，他这是我在极乐世界活的，你看多好啊，不再受生死轮回之苦，而且直到成佛都不会退转。我们大家这个是比不上的。你现在你说我很殊胜，我遇到佛法了，我觉得很幸福。你幸福你不修行，我告诉你还是轮回。所以你幸福你还不够的，你那个殊胜心是打了点折扣的，知道吧？虽然比不幸的人已经幸福很多了，已经殊胜很多了，但是还是不够。那他更重要有身心，身就是深入到内心深处，知道无我。我们大家如果达不到内心无我的那个深入的般若智慧啊，你的那个心都是浮在表面的，都是妄想心。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那点生活的能力都是妄想心，都浮在表面的。所以为什么那些孩子会给你叛逆啊？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就给你叛逆，你这个大人四五十岁了，你还没开口，孩子都知道你想说什么了。你说你有什么深度啊？因为你太肤浅了，知道吧？小孩子都知道你想说什么了，你说你还有什么深？所以你的内心要深到无我的时候，你去体会到无我的时候，你就给他讲一点智慧啊，讲点慈悲啊，讲点爱心啊。哎，你讲来讲去，他知道你的内心还有东西。只要他没有达到无我，你就是比他深。极乐世界的人他有身心，我们都是钱浮在表面，爱也爱的表面，恨的恨的表面，你就没有办法真的深到内心深处。深到内心深处就是无我，就是同体大悲。那他有定心，极乐世界是决定居的众生。那最重要的是他有爱法、乐法、喜法之心，就对这个法、对这个正法，对诸佛所说的正法，还有所有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啊，他都能够升起这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就极乐世界极为喜乐、极为欢乐之心，就是很重要的这个七种心。然后他要灭诸烦恼，你看，离恶去心，就把这个烦恼在极乐世界，主要是花开见佛之后，他的见后烦恼就已经断掉了。那个习气来的时候，他也不烦恼，这一点呢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不一样。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习气来了以后，你会迁怒于人，也就是说，你如果生病了，你看见旁边的人在那里啰嗦啰嗦的话，你就会生气，对吧？那如果你生病了，旁边有人来照顾你，你就不会生气。极乐世界都是好人，所以你就即便是自己那个习气翻出来了，因为凡夫带业往生嘛，你在那里也会翻习气的。翻出来了，旁边都是好人，都能理解你，都能帮助你，那你当然就没有烦恼了，烦恼就被扶住了。所以他是灭诸烦恼，那他就生不起生嗔恨和贪欲，是离恶趣心。恶趣就是三恶趣，就贪欲、嗔恨、愚痴这三种心，他生不起来。极乐世界啊，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修行，就是底线是熄灭贪嗔痴。也就是说，我们你问问自己，平时有没有修行？正在修行的时候，你的贪嗔痴这三毒一定没有的啊。正在用功的时候，就是贪心嗔心呢是比较明显可以表达出来，比如我没生气，我也没有贪哈，你会知道。但是愚痴心你很难发现，知道吧？愚痴心啊。就你即便坐在这里听课，你如果没有认真听，没有觉察，你就打个瞌睡就是愚痴心。发愣也是愚痴心，就愣在那里，反正不听无所谓，就坐一坐。坐一坐你就当自己休息一下，那就是愚痴心。所以只有提起觉察的时候，它才不算愚痴心。极乐世界它一直是能够保持觉察，我们这个世界就不行，我们这些愚痴心太重了。所以极乐世界是离恶趣心，所以究竟一切菩萨所行，他对所有的一切菩萨的这个行为，菩萨道啊，刚才讲万恨就一万种修行，菩萨万行修守楞严经里面说的，具足成就无量功德，
他能够究竟，就所有菩萨的所有行为极乐世界都知道，因此他道成佛不会退转，这是正常的道理了。那他在禅定章当中，你看得生禅定诸通明慧，禅定就四禅八定，就三界六道里面的这些禅修啊，像我们现在在人道你修个四禅八定还挺不容易的，因为初禅二禅到了三禅以后你呼吸都可以停止了，你在做的你看我们打坐做的呼吸停止那要多大的功夫啊，几乎不太可能了。在末法时期大家都生活过的条件还挺好，一点苦也受不了，你现在入禅定都很难入的。哎，那八定的更难了，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极乐世界它是得生禅定，就是四禅和八定它完全能够清楚。所以说当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到极乐世界去没有不开悟的，你在这里想修禅修得很难，在极乐世界它是得生禅定四禅八定，还有呢诸通明慧，诸通就是六通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佐通漏尽通，这六通明慧呢就是明是指五度，慧是六度，叫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是明，慧呢是六这个般若，所以六通六度也能够具足在极乐世界啊。你看我们在这些很难修，极乐世界很方便，他的身份地位就在那里摆着啊。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份就是娑婆世界的苦恼众生，大家脸上都写个苦字，极乐世界就没有苦了。由智七觉修心佛法，由智七觉这个字很好啊，由智七觉就是你这一生啊，你的志愿就是小时候要立志啊，就你的志愿是什么，你的座右铭是什么，你要游这个游历江湖，过去讲游学，是我要到去参访名师，百城烟水参高德，万里香花结圣因，我就去结这个跟这些圣贤菩萨高僧大德去结缘，我结缘的目的在哪里，我们去结缘的目的是看看这个寺庙盖得好不好，游山玩水去 参观游极乐世界，它是游志七觉，它的志愿是在七觉是什么，责罚精进习清安涅定行舍这七个，就七菩提分，所以它的志愿就是我能成佛是最好的，怎么才能成佛，我天天要想我怎么才能成佛，你得想把七个部分想透了，就具足这七个方面你就可以走向觉悟了。七觉修心佛法，我们大家都是修心，就心里面看到心里有不舒服有与佛法不相应的地方把它修改过来，所以叫修心，用佛法来对照自己使自己的心得到修改得到修正，修正过来以后呢你还要修养，你没有修改过来你养是白养的，你看我们这个古人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你如果没有这个有志七觉，没有想到提升自己，你就活一百岁的也像个小孩子，这个人有些人真的七老八十的，这个道德很缺的人也很多的，有段时间他们说那个老人叫什么碰瓷啊，这老人碰瓷说不是老人坏了是坏人变老了，就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坏人，所以他变老了就老了也是坏人，那你看到老了还是个坏人，不是 白活了嘛，是吧，所以你要能够使自己的这个心修改过来以后，你慢慢的养老了，这个 修养好的要把它修过来要养的，那如果你没有修改过来呢，你养着养着你的脾气小时候脾气很大的，养到老了那脾气还是很大的，是这样，贪心重的人养到老了贪心还是 很重的，心量小的跟芝麻一样的人呢，到老了心量还是像芝麻一样，他养一辈子不知道养什么，就养了那些坏毛病。极乐世界他修心佛法就是你的心里面不该养的赶紧把它剔除掉，该养的好的美好的德行美好的智慧你赶紧把它养起来，你不要等着看看别的人都修行得很好就自己修得不行，那你赶紧修啊，所以修改过来这极乐世界啊，他的五眼六通你看这五眼也具足极乐世界，所以很了不起，前面是六通后面是五眼，肉眼清澈迷不分了啊，他的肉眼
父母所生，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所以化身的这个肉眼啊，它是清澈透明，没有不分明、不分别、不觉了的。我们有时候这个分了的意思就分明了别，分明，是非分得很清楚，对错分得很清楚，眼睛一看就看清楚了。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这个肉眼呢、啊，我现在一看，哇，老花了，你看一看就模糊了，在眼前就模糊了，连经书都看不清楚了，现在不要说人了，是吧？所以人心更难看了。你看人家的脸色就看不出来，人家对你好的人吧， 他还冷冰冰的无所谓，对你不好的人还嬉皮笑脸的，你以为他对你好你上当了，你的肉眼就不管用，知道吧？这没有用的。所以极乐世界是肉眼清澈，天眼呢通达无量无限，天眼通，天眼通本来是可以看三千大千世界的，但极乐世界的天眼它的通达跟阿弥陀佛的光明一样，是无量，不只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十方诸佛的世界他都能看到，所以是天眼，极乐世界的天眼。法眼观察究竟诸道、啊、叫法眼，他能够观察到所有的道，就是我们讲六道轮回、声闻道、菩萨道、缘觉道，就十法界包括佛道、菩萨道、十个道，每一个道法眼都能分清楚。所以我们在座的诸位，如果你通达无我以后，如果只是否定了六道轮回，那你的法眼就没有打开。法眼打开是所有的包括梦境，包括你的每一个妄想起心动念的前因后果，都要清楚他们的功能，他们的作用，就是你能观察到自己，我今天坏的念头升起来了，你看我要倒霉了，我今天好的念头升起来了，我是在做功德，你看得很清楚的。因为正念升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你的心念正了，你的气势都是正的。但是如果你心念歪了，偷鸡摸狗的心出来了，你就这么手眼就长出来了，你知道吧？所以你这个人长得像是跟你的心是 有关系的。那这是靠谁来分别呢？靠法眼。所以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的法眼啊，它是究竟诸道，所有哪一道是地狱道还是恶鬼道，哪一道他用他的法眼就能看到、我们大家听经闻法其实就为了长法眼，你知道吧？长法眼就是 你要觉得对法，要觉得是非要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你分不清楚了，那你听法白听了、开不了智慧。所以法眼也叫分别智，你不要觉得学佛的人都不要分别啊，不分别人家说你傻，你看人家骗你你还上当、你分别要分别，但是不能执着，执着了你会很痛苦，分别了你生慈悲心， 那你如果不分别，你慈悲心怎么生起来啊，对吧？众生在受苦，你都不知道众生在受苦，你怎么慈悲啊？这有些人他说师父啊，我就是慈悲心生不起来，那就是他分别心不够、他如果能分别清楚了，好知道好，坏知道坏，那就知道受苦的众生应该得到帮助、所以法眼慧眼见真能度彼岸、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你看他有慧眼，慧眼只是看空，所以大家读心经照见五蕴皆空，如果你能看到色受想行识五蕴都是空，体会到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我执也没有，法执也没有，那见到的就是真如的本体。所以慧眼只看到无分别，看到什么都是空，五蕴皆空，缘起性空，万法皆空，一切都空。那法眼呢，看到因果报应，因果报应，因缘果报，丝毫不爽。你看一个两个看上去是矛盾的，法眼是看有，慧眼是看空。那么佛眼具足觉了法性，佛眼如千日照一体还同。所以这个五眼呢有一个寄颂啊，寄颂说天眼通非爱，肉眼爱非通，法眼为观熟，慧眼直圆空，佛眼如千日照义体还同，圆明法界内无处不见容。就佛的眼睛啊，在十方法界里面没有哪个地方他照不到的，就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啊，佛眼都看到的，
你不要觉得佛眼看不到啊，都看到的。你就一个人在那里睡觉，佛眼也看到的。你不要觉得自己关起门来就没人看到了。所以不要暗示 做亏心事，知道吧？叫暗示无亏。做了亏心事，佛都看到了，你不好意思哈。其实我们的心性 都能够明了的。所以佛眼是这样，以无碍智呢为人演说啊，为众生演说诸法，它是没有障碍的智慧。我们在这个世界啊，这个因为有了我执，他的智慧就有障碍。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他是无我的，所以没有障碍。等观三界空无所有，那他能够平等的看三界，三界六道啊，这三界是代表六道轮回。看到三界六道轮回是空无所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就这个主要是这个界，界别就是把它隔离了，割裂出来了。我们大家有了我就有你，中间就有隔裂，就有隔阂。但是大家如果看到你的心，这个心没有形象的，清清楚楚的，它没有任何的边界，没有任何的对立，这个就是空无所有。所以极乐世界，只要花开见佛，只要悟到无生之理的人，他一定是能够体会到等观三界空无所有。所以自求佛法具足辩才啊，就是他自愿求佛法，他的具足圆满了，具足诸辩才呢是四种辩才啊，四种辩才叫这个是无碍辩才，辩才没有障碍，叫法无碍、乐说无碍、意无碍，这个持法无碍、意无碍、持无碍、乐说无碍，就四种无碍啊，对所有的法。他没有障碍，善的、恶的、好的、坏的，你给他说善法，他知道善法的背后就是恶法；你说这个人很坏，他知道坏的背后就是好。这个坏人的背后一定有好的，因为众生都有佛性嘛，对吧？你说这个人很好，他知道好的人背后其实有坏的。你们大家是不是都是好人啊？是不是好人？不敢说是吧？因为好的背后都有坏的，都有坏的，他是这样子的，这好的背后都有坏的，所以他就知道了，所以他就善恶好坏对错迷和物都是一个整体，所以他清清楚楚，因此呢他是法没有障碍，对的法，一个法里面有无数种意识，这个义理他也没有障碍，然后义理没有障碍，他的词语言也没有障碍，就这个法他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说常说呢，比如说从初一到十五，这个月亮呢越来越圆，这叫一种德行，那到十五到三十呢也是一种德行啊，什么德行呢？月亮越来越缺了，这初一到十五的今天是十五对吧？那个这个叫什么德行呢？叫智慧的德行，智慧越来越圆满了。那十五到三十呢，它叫烦恼的德行啊，叫断德，就烦恼越来越少了，也是德行。你看，它这个就叫语言无碍。我们有时候就看着语言就有障碍，说你圆满，这个月亮代表圆满了，那月亮缺了怎么办？你就说不出口了。这越来越缺了代表烦恼没有了，他就圆满起来，所以他的语言就没有障碍，怎么说都对的。此外最关键是乐说无碍，那我讲起来我就很开心，这就没有障碍。如果你讲了你不好意思，你说你这个话都已经讲过好多遍了你还讲，我就是要讲，因为好话不嫌多，你知道吗？这你所有的好话你都要天天讲，那这个菩萨他就要具备这种灭除众生烦恼之患，他这个四无碍辩才主要的目的是要灭除众生的各种烦恼忧患，从如来生解法如炉，从如来生，如来是什么呢？如就是体，来就是用，是佛就是体用圆满，所以从如来生就是从本体生出来的一切妙用，因此叫从如来生。所以他呢解就理解了一切法的本体都是如如不动的，我们修行就要为了正体能够起用，那体就是真如本体，如如不动，就真理啊，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历千劫而不变，三千年前真理是这样，三千年后的真理还是这样，东方的真理是这样，西方的真理还是这样，这才叫真理。如果这个真理过着过着它变掉了，那就是方便法，它不叫真理。上知极灭应生方便，极就是这个苦集，灭就是灭道，所以极乐世界他就知道缘起的这个法是极，性空的法就是灭，
就灭一切烦恼。那所有的声音都是缘起缘灭。你看 缘聚走了，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讲，但是我讲完这个话就结束了，就灭了。每一个音声方便都是有缘聚走了，你就去讲，讲完了就结束了。所以不心事于乐在正论啊，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不欣赏不喜欢讲世俗轮回生命的那些无聊的话，他就喜欢讲的是正法的啊，这个言论啊，修诸善本自从佛道啊，修一切善从根本上去行善。那自愿呢是崇敬啊，恭敬崇奉啊，就像高山仰止喜欢佛的道啊，佛是最圆满的这个道。自一切法皆悉寂灭啊，就所有的一切万法它的本体都是清净的，都是寂灭的法的本体。生生烦恼二余俱尽，生这个生身体的烦恼啊，这个生生是身体，烦恼是内心，就身心这两种烦恼，就身见的烦恼和法见的烦恼。我法二见呢，二余俱尽啊，极乐世界的大菩萨，这个人我也要断，法我也要断啊，闻圣身法心不疑惧，就是他听到佛讲的佛的境界，他不会怀疑。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一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些阿罗汉看了听了如痴如呆啊、如聋若哑，就是他完全听不懂，听不懂他就会怀疑啊。比如说这个华严经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跟佛没有差别，那你们都不怀疑吗？心，那我的心，我有心啊，我也是众生啊，我跟佛明明有差别，为什么没差别啊？给你们一个功课啊，你们今天回去参参看，为什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的身体，你就是众生，跟佛哪里没有区别啊？啊，这华严经说的，所以极乐世界他没有怀疑，没有恐惧，常能修行其大悲者啊，在极乐世界。常能修习、大悲心，因为看到十方世界的众生还在受苦，深远微妙米不复载，你看看到所有众生他所修的大悲心啊，有多深多远多微多妙的这种大悲，无微不至的大悲心是怎么生的，他就是没有不覆盖的，没有不承载的。所以大悲心就是极乐世界菩萨的天地，天是覆，地是载啊，覆载就是大悲心把你盖住了，大悲心要把你托起来，就好像这个母亲抱着自己的婴儿，这个婴儿下雨了刮风了，你上面把它盖起来，不能不盖起来，然后呢他又不会走路，你又不能不把它抱起来的，那下面要把它托起来，下面上面要让它不要受伤害，要把它盖住，这样的心。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的心是对所有的受苦的众生都要想，我要能够保护你，我要让你不要受苦，他发这样的心和大悲心。究竟一乘至于彼岸啊，就是究竟一乘就是一佛乘。所以净土法门啊，天台宗原教的思想讲的是究竟一乘一佛乘的道理，在无量寿经里面也用了一乘的这个道理。所以只有用天台圆教的思想来解释净土的信愿行、三支两往生净土啊，这个解释是最圆满的解释。你如果用别教的法门，用禅宗来解释净土宗啊，人家都说极乐世界去也是一个草庵，去那边也是休息休息，以后还要成佛的，还要离开的，那是瞎说、极乐世界到那里就直到成佛，不用离开的。因为极乐世界是十报图，就是从究竟一乘的角度来说的，所以至于彼岸，彼岸就是成佛。决断以往会有新出，所以你看佛法大海信为能入，你不信你有怀疑，一有怀疑你就这个网络一样就把你网住了，就像鱼一样被网给网住了，你就没有自由。如果你的内心对佛法有真信，你的智慧是从内心生出来的，信了佛法以后啊，你就知道你的心跟佛法就会相应，因为佛法讲的就是你的心。换句话说，相信佛法就相信你生命的真理，
生命的真理，宇宙的实相，人生的真理，这就是佛法。所以信佛跟一般的宗教信仰不一样，你知道吧？你不要简单的觉得哎呀信仰都一样，对初步的人啥都不懂的人好像是一样，实际上信佛法的最后就相信你的心，相信你生命的 真理，所以它会由心出，智慧是从你的内心自己涌现出来的。与佛教法呢，该罗无外，你看整个佛教的法都把它，该就是包罗啊，包罗万象啊，该就是覆盖的意思，也是果测应该果海，应包含了这个果，要应该果海，果测应罗就是包罗万象。所以你的这个性具足了以后，智慧出来了，所有佛法都没有在你的信心之外，信心就把所有的佛法都包罗了，所以该罗无外。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样？智慧如大海，三昧如山王。三昧就是镇定，身心安定。你如果看到心是无我的，那心就像大山王一样一动不动，不需要我们那个妄想心七上八下的在那里天天在那里动摇，摇来摇去，一会善一会恶，一会痛苦一会快乐。 人生在世啊，你仔细看看就像演戏，说这个演戏的人是疯的，看戏的人是傻的，我们就是这样，就是自己演自己看，自己一边就是疯子一边又是傻瓜，那看着自己人生几十年不就这样嘛，是吧？所以真正你能够有智慧的人，他是不动的，不会傻的。慧光明镜超逾日月，智慧的光明，内心的清净啊，比日月的光明要更加的了不起啊！其实日光是代表智慧，月光是代表慈悲。日光是白天给你光明，给你温暖，这个月光呢是在黑夜里给你光明，就是慈悲。所以清白之法，清净洁白的法是具足，是圆满的。就这个是极乐世界的菩萨，所以他的功德非常了不得。那时间关系，我们后面就要抓紧了啊。犹如雪山照诸功德等一净故，犹如大地净慧好物无一心故，如六水洗除尘劳诸垢染故，犹如火王烧灭一切烦恼心故，犹如大风行诸世界无障碍故，犹如虚空与一切有无所着故，犹如莲花与诸世间无染污故，犹如大乘愿载群蒙出生死故，犹如从云正大法雷绝未绝故，犹如大雨浴缸入法论众生故，如金刚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如放天网与诸上法最上首故，如尼居鲁上普，如幽檀薄花稀有难得，如心无厌阻，常欲广说，志无疲倦，击法鼓，见法船，要慧日，除痴暗，修六合境，常行不止，智者精进，心不利落，唯是灯明，最胜福田，常为师导，等无障碍，为乐正道，无余仙气，大若御赐，以安群生，恭会殊胜，莫不尊敬，灭三垢障，游诸神通，
因力、缘力、义力、愿力、方便之力、参理上力、定力、慧力、多闻之力、世界人精进禅定智慧之力、正止止观诸通明力、如法调伏诸众生力、如是等力、一切具足色相相好辩才具足庄严无余等者，恭敬供养无量诸佛，常为诸佛所供称叹，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修空无相无愿三昧，诸法密门，远离声闻缘觉之地。啊，这个第二段呢，是接着前面的，智慧和慈悲，啊，因为他的智慧和慈悲啊，这么圆满，这么广大，无与伦比，那无法形容，怎么办呢？只能用比喻，所以就用犹如啊，就用比喻。那这个比喻呢，我们就看一下啊，说犹如雪山，你看照诸功德等一境故，啊，等一境故就是第一境，第一等啊。就最高等的这个清净，因为雪山顶上最干净了嘛，犹如大地啊，净慧好，好恶哈，好的恶的无一心故，就大地都能包容了，就所有好人坏人都在地上活着。犹如净水呢，洗净洗除尘劳，你看六尘的劳累啊，诸垢染故都洗干净了。犹如火王啊，就地水火风空，这个是五大啊，就是我们身体。那烧灭一切烦恼心，犹如大风呢，能够行诸世界无障碍故；犹如虚空与一切有无所着故，虚空它没有什么抓住的；犹如莲花与诸世间无染污故，出淤泥而不染；犹如大乘运在群蒙，群蒙就是众生啊，出生死故，你看它能够把所有的众生都度脱；犹如重云啊，重重的云，正大法雷。绝未绝故，云很乌云密布，会打雷，雷打起来干什么呢？让没有觉悟的人听到，让他们觉悟，就绝未绝故。犹如大鱼，这个浴缸入法润众生故啊，大鱼下来让众生得到滋润。如金刚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就记得这个智慧啊，你看很厉害啊。如梵天王，梵天王是干什么？与诸善法最上手故。就梵天是这个六道当中算是这个佛教的最大的护法，他是清净很清净的，所以上法最上。如尼居类树，尼居类树就是梭罗树，就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梭罗树间涅槃的，所以普覆一切故。如幽檀薄花啊，西游南域故。幽檀薄花呢是无花果，无花果那个花是在果里面的，这果长起来的里面才开花的，所以外面看不到花的，所以很难能够现出来。就幽檀薄花十一现耳，就是你就它，而且它一开马上就谢掉了，在里面的，所以无花果，大家吃过无花果的里面啊，所以很稀有很难得，就是如金翅鸟，就大鹏金翅鸟微服外道骨。它能够大鹏金翅鸟那个会吃龙哈，龙就是它吃天龙啊，这个海龙啊，它就像公鸡叼蚯蚓一样叼起来，所以我们这个寺庙里面都要初十，中午初十的时候这个念咒，就是让这个大鹏金翅鸟能够吃到这个饭供养它，让它不要去害这些龙，然后那些龙呢可以给我们做护法，是这样。如众游禽无所残疾故。啊，这个禽就是鸟啊，就是有大鹏金翅鸟一样，它波及十万八千里啊，这个长空过来，就没有东西能够把它藏得住，藏不住的，就堆积在那里，它不会的，它是一直在动的。意思说，菩萨的功德不会堆在那里不放，而是一直在动态自在的。犹如牛王啊，无能胜故，这个斗牛哈、啊，斗牛的牛王是最胜的。犹如象王，你看上调伏故，大象王；如狮子王，用这比喻哈，无所畏惧故。还有一个这个如，最后一个就
旷若虚空大慈等故。这个前面十九个都讲如，最后一个讲若，是如就是若，就旷如虚空啊，非常广大，就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的心，摧灭嫉妒之心，薄嫉胜故啊，就是把嫉妒心、嫉妒啊，把它这个摧灭了，不会让嫉妒的心呢获得胜利。这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学得好一点，人家会嫉妒你；做得好一点，极乐世界呢是不会有嫉妒心。专求啊，这个专制求法啊，专乐求法，心无厌着，常欲广说。一个是求法没有厌着，一个呢是说法也是自无疲倦。那即法鼓。即法鼓就是讲法，建法传就是盖寺庙，就盖讲堂，要会日就是讲经说法，然后呢除痴暗，就大家的欲痴烦恼黑暗啊都被除掉。那修六合敬，就身口意戒净思啊，就是这个戒净力，所以就六合。那常行法师，就我们布施有三种，第一是财施，第二是法施，第三是无畏施。这无畏施的功德最大，就财布施。是物质布施，法布施呢就是讲经说法，就是把这个正法告诉别人。那无畏布施呢就是安慰别人，就大慈悲心去关心别人，叫无畏布施。这个法布施智勇精进，心薄退弱啊，就我们平常不够精进啊，不只是退，我们还弱啊，就是内心很脆弱，精进不起来，就很容易受伤，自己感觉受不了啊，这叫脆弱。为是明灯最胜福田啊，就这样的菩萨，他当然是最殊胜的福田。常为师导，就师导就是导师，就是给别人做老师，能够指导别人，常为师导等无障碍，就对众生啊，没有喜欢也没有讨厌，不会喜欢哪个人，不会讨厌哪个人，就是障碍之心都是世间的染污心。众生有需要，你就去随这个缘。但是要讲究缘分，讲究对机，根基不成熟你也不能勉强，就是为乐正道，就只有喜欢安住在正道上，无余心气，就其他多余的喜欢和讨厌都不会，气就是讨厌啊，这个心呢就是喜欢，就是只有喜欢正法，其他的都没有喜欢也没有讨厌。拔诸欲次，就是无欲，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这无欲啊像刺一样刺在身上，刺在身上拔又拔不出来，痛又痛，就是人被欲望刺的，很多人心痛，就是因为这个欲望刺的太痛。以安群生，就用这样的智慧来安，让众生能得到安心。功慧殊胜，他的功夫、功德、智慧非常殊胜，莫不尊敬啊！一个人他既有功德又有智慧，当然大家都会尊重他。极乐世界的菩萨就是这样。灭三垢障，三垢就是贪嗔痴的三种烦恼垢啊，都把它消灭干净了啊。或者呢，就三种障碍，叫业障、报障、烦恼障，也是属于三种垢障。就是我们人际关系搞得不好啊，叫业障，也是垢障。这个自己身体不好，也是一种垢病，也是障。内心有烦恼，也是障，就是烦恼障。这些无垢的障都灭除掉。游诸神通啊，前面讲这六种神通，然后后面讲二十力啊，二十种力，叫因力、缘力、意力、愿力、方便之力，还有常力。常力就我们大家没耐性啊，修着修着就不修了，他就是常力，他就做事情就是耐力啊。还有上力、定力、慧力、多闻的力啊，这个大家都能看懂哈。施戒、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六度的力，还有正念力、止观力，还有诸明通力。正念、止观，正念就平时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戒、念天，这是正念。止观呢，就是妄想停下来，保持清醒啊，这种力量，这也要具足。通明就是六通啊，五明就是六通五明的力量。还有最后一个力是什么力呢？是。如法调伏诸众生力，这个是太难了，这众生太难调伏了，连菩萨都感叹啊，娑婆世界刚强难调，你看那到极乐世界去的菩萨，他说他能如法调伏，
不如法的在那调伏不了。如果你如法的，有时候自己智慧不够，你如法了，人家也调伏不了。所以他既如法又能调伏诸众生啊，这个很难。说如是等力一切具足，啊，极乐世界去就是这么多的力量。而且呢，我们一看这么多的力量，会不会累死啊？每天都很累是吧？但他不会累，你看他是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余等者啊。功德辩才啊，这个长得又好看是吧？声色相好。又很庄严，就各种功德都很庄严，没有人能够跟他比的。然后恭敬供养无量诸佛，所以一个人有时候有点能力，他会骄傲起来，就像有些人学禅宗啊，学歪掉以后，他会喝佛骂祖，搞得看上去好像很牛一样啊。这个所谓什么当下披佛南拳长毛，当然那祖师是为了特立独行教化众生。但如果你平时功夫不够的人也想学这个，你就麻烦了。所以有些人狂禅去狂起来，他就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不恭敬三宝。所以在座的就是一定要恭敬三宝，知道吧？就你单单就是无论你学得多好，你对十三宝对出家师父一定要有恭敬心，因为只有恭敬供养无量诸佛，常为诸佛之所称叹，这样子的人他才能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啊，十波罗蜜，还有修这个，你看大乘小乘其实在这里是贯通的。所以小乘是什么？空无相无愿，就三愿门，就修三种三昧。小乘叫三愿门，我们叫三昧、空无相无愿，那不生不灭诸三昧门，不生不灭的法，所以远离声闻缘觉之地啊，这个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啊。其实内容很多，如果详细节要讲很长时间。最后还有一段，我们看这个，对，再看啊。阿难，彼诸菩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我当为汝略言之耳，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佛告弥勒菩萨，诸，对，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何不立为上，涅道之自然。坐于无上下，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安乐国。生道无穷极，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亲。何不弃世事，勤求诸功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啊，这个最后呢，佛说啊，这个彼诸菩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啊，这个前面只是略说，确实只是略说，如果广说啊，就穷劫不尽啊。那最后呢，是劝止啊，这一课我们讲。前面那么好，菩萨又那么好，他的能力又那么高大，极乐世界那么庄严，所以佛告弥勒菩萨，以及诸天人等啊，他说无量寿国的声闻菩萨功德智慧啊，不可称说，太厉害了，这个不可思议，很难说得出，这个完全的说出来。那么另外呢，说又其国土啊，微妙安乐清净若此，所以这前面是。这个正报的国土呢是依报，因为他的依正庄严这么好，接下来怎么办？问问你们大家看啊，看问我们哈、啊，说何不立为上？你为什么还不赶紧行上啊？涅道之自然，就是你要赶紧涅，这个修道道法是很自然的，因为极乐世界是你的心，你念阿弥陀佛，临终就到极乐世界去，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极乐世界的这个道在那里都已经现成了，它的显著啊，就没有高没有低没有边际的，
随处都是，就是不会有高有低。我们在这个世界想求点正法还挺不容易的，一不小心还入了魔道，入了外道，是吧？这极乐世界它是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到那里去你不用担心被骗，不用担心着魔，不用担心变成邪教什么外道，都不可能的。所以那样的好的环境为什么还不去，为什么还不赶紧努力？所以他说啊，我们赶紧一个勤精进，一就是事宜，我们很适合在座的诸位。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法的时候，他已经给我们做了判断了，我们适不适合去啊？适合去啊！你看，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每个人赶紧努力的去求啊，这必得超绝去，往生安乐国。横截五恶道，本来是六道哈，他是六道，这个阿修罗不讲，就是五道。但在极乐世界看，我们都是恶道，不是五恶道，就六道本来叫六道的，六道本来是有善道的，但是你现在看，现在看也是恶道。因为在这个解脱道里面看，这个六道都是恶的，都是我执烦恼。它是横截，就那个这个竹子的一节一节往上走啊，本来这个蚂蚁一节一节往上爬，爬到顶出去那很难的，就竖超三界。但是往生净土那是从那个竹子的旁边一个洞打出去了，叫横截面，横边的就超出去了，叫横截五恶道。就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不需要升到天道去以后才解脱，到极乐世界是直接就横过去了，你在人就人解脱，在畜生就畜生就出去，不要再转生做人了，就横截就出去了，截断了。恶道自然毕，这横截出去恶道自然毕，生到无穷极，就生到极乐世界去啊，直到成佛没有退转，这一往而无人啊。这个净土祖师有一首诗说啊，莲公只在舍西头，一往无人着一休，三乘共乘悲怨海，一生孤意西洋楼。就是一往无人，什么叫一往无人？他感叹，释迦牟尼佛在感叹，这么容易去的人居然没人去，极乐世界信愿具足就能去了，你看居然没人去，是不是感叹？你们如果不去的话有罪的哈。释迦牟尼佛说了，一往无人啊，那么容易去，你为什么还不去？就是其果不逆为自然所迁之所迁，就极乐世界那个国土没有违背我们所有的心愿，没有叛逆我们，你在这个娑婆世界连儿子都要叛逆你，是吧？极乐世界所有的都不会跟你违背，到那里所有的愿望都能满足，所以自然就能满足你的所愿。何不弃世事啊？为什么还不把世间的这些轮回的业放弃轮回的造业、生死的烦恼还不赶紧放弃，勤行求道德赶紧去好好的修行，可得极长生啊。这个这里也用长生哈，实际上我们用不生更准确，但是佛法是圆融的，你用长生也没关系，意思就是超越了生死就是长生就是不是时间的概念，可得极长生，再加个极，受乐无有极，极乐世界无量观无量寿，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这就是最后的劝词，劝我们要根据极乐世界的菩萨功德那么殊胜，我们也要发起往生的心，一往无人其国不逆为所以我们要赶紧修行。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